一波王炸 Boom 战队。一波王炸 Boom 战队最终获得四个晋级名额，八个人当中要淘汰一半。我太难了。王一博队长，我就直接一点，不就是果断一点，我也不想拖着大家难受，然后很感谢你们能够陪我走到这里，真的很感谢你们。我要淘汰的人员是第一位。弘扬，弘扬，第二位，小鸡，小鸡，为什么？第三位，电门。电门，还有最后一位，涛涛，杨文涛。谢谢，对不起。我觉得其实队长也很为难，有句话叫辞不带兵，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将领，对于我来说，就是从私心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希望我的付出能够被队长看见，但是从一个将军的角度来讲，付出是看见了，但是取得胜利才是他最应该做的事情，要不然前面所有人的牺牲都白费了。他心里其实也纠结，他其实看到所有的东西，但只是没办法，他必须要做这个决断。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一个将军带兵打仗的人应该有的一个状态。这个团队从13人开始到现在，我年纪最小，我先来说，作为我一个武林在个位数的 dancer 来说，我可以和这么多平均武林在15年左右的我的队友们，我的大哥们一起排舞，一起进步，我觉得很幸运，我觉得很幸运。然后大家在 Underground 的比赛上见吧。我现在最难受的就是我要临走之前穿得那么丑，真的，早知道赶紧去换套衣服。对，我在这个舞台上面，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在这里展现了我的风格，还有我想表达的东西。然后也感谢这届的舞台，然后让这么多人知道我，让我有这么大的平台去展现这些东西。Respect 所有人。对于我来说，我跟我爱人在这里已经收获了其实远超过我们想象的东西了，所以其实我还是很开心，还是要再次感谢王一博队长给了细心的那条毛巾，才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双人舞真正意义上的跳给所有人看。谢谢。那个席我好喜欢的。我是第一季就来过了，然后好像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然后我觉得我们再次参加这个比赛，其实也是带着一种街舞精神，然后站在这个台上，无论输或者是赢，然后其实我们都不顾一切的往前去冲，我觉得这种精神希望大家能记住，然后记住我们是街舞人。谢谢。一波王炸这四位，
希望你们走到哪里，炸到哪里。Don't say so much。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可以了，金哥，不要哭。世界之大，总想要去飞。我最开始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看到跟西西我们两个人的双人舞，我们其实已经做到了。那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能够帮队长帮到什么程度，能够帮我们的团队帮到什么程度，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当我的能力尽完了，把大家送到那个离决赛也好，离冲刺冠军最近的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就应该下船了，然后目送队友们去完成最后的任务，因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反正加油呗，也没什么要说的。但是其实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我一会儿给你。这一季其实我是把自己能跳的、擅长的和我自己能开发身体去开发的一些别的东西都做了。我跳了 breaking， 我跳了 pop， 跳了 hip hop， 跳了 locking， 又跳了 urban。 我站在 C 位然后跳 wave， 这个之前是不可能嘛，但是你看这一季其实都完成了。别哭了，不准你哭。真是太不好意思了，今天见笑了，因为我觉得今天哭得太惨了，眼泪哗啦哗流，跟个孩子一样的。明明二三十岁、三十岁出头的人了。来这届三，很多人会觉得，哎，小金你好搞笑，你就是来搞笑的。其实就算这样子，我也觉得无所谓，就是来搞笑，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对不对？一个人，你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开心。我可以少赚多少钱，我可以少拿多少冠军，我都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要做到开心，做我自己最开心最满意的那一个。来吧，最后核心武器。非常抱歉，也非常可惜。没有办法为你们争取名额，非常抱歉，我很 sorry。没关系。For sure, I'm not sad because I come here for enjoying, and I know a lot of friends feel same like family, not same like just TV show. No, really, this.We eat together, we practice every day together. For me, it's so good. And I really so happy. Thank you so much. Let William 翻译一下好吧，我们
他刚刚就是说，他对这个比赛，他这个淘汰结果他没有那么的伤心，他伤心的就是我们可能失去了我们这些，像家人一样的，这个点有一点，为什么要让我翻译他说的这个话？有点难过这个话。没有，不会的，不会的，我们经常一直在一起，一直在一起。It's okay, it's okay. Be strong, be strong, be strong. 我本来是不想哭的这一轮，因为我，其实前面每一轮我都在哭，每一轮走人我都在哭。然后这一轮我前面每一次放那个很难听的那首歌的时候，我都没有哭。然后甚至我想编一段 routine, swag routine, 然后一会儿上来可以跟盖盖一起展示一下，像这样子。然后但是现在又要翻译你说的话 I'm so sad to translate you from because you, I have to translate OK, you know What you wanna say? 没什么然后就是我就是说一下我准备好的话哈就是反正就是很幸运嘛对吧就是一开始是四百多个人知道吗四百多个人然后现在我们是二十七个人我们能进到这个队里面就真的是很幸运很幸运所以真的很谢谢我们的队长能给我们这次机会然后就是他每次就是不是会点很多吃的给我们嘛然后就是很丰衣足食就很富有的那种感觉我们对所以就他还老嘲笑我胖就是因为他老点吃的给我们吃我上一场我上一场特别瘦然后这场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中途给我们寄了四五箱那种膨化食品你知道吗然后我一口气能吃三袋所以我现在胖了他又开始说我胖我觉得这个不怪我我觉得这个不怪我贝琳啊他们都没吃吗他们吃了只是没我吃的多可能就是那个东西很好吃然后我一吃我就停不下来了那个东西然后就是如果下次还有机会我能瘦到一百斤的话我现在是110然后我再瘦十斤然后队长能不能跟我一起跳个 swag 片段啊你问他答应了吗？你问他。那等我瘦下来再答不答应再说，因为我不一定能瘦得下来。我要想哭又想笑。可爱。然后还有大家就是很辛苦，我们就是永远在一起了，对吧？我们就是很幸福，我们永远在一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首先感谢一心队长然后很多人都就说跟着一心队长就很好就很适合你就是你的风格虽然说平时我和一心队长很少去交流因为我会比较慢热一点但是还是很开心能够跟着一心队长我还想感谢的就是我的肖哥就是能够留下很多作品在这个台上我觉得能够跟他一起做很多不管是中国风还是说我们自己 Hello Dance 的风格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我还想说什么来着我终于可以回去了我来之前我的学生刚开学现在暑假都要放完了他可能都说老师你是不是毕业了才回来所以说还有我的淘宝店我要回去当模特了那么好久没上新记得关注一下好吗好了谢谢这就是街舞谢谢帮助过我的人然后谢谢四位队长谢谢姐姐们谢谢让我们记住这些可爱的核心武器谢谢你们谢谢盖盖谢谢威林谢谢 Clash Keep going it's okay no problem I will miss your team 快哭 It's okay 我要骚了快哭的男孩世界之大
我还是会很努力的继续走自己的风格，然后让更多的人会喜欢上他，爱上他，然后去并且去练习他，然后让中国的不管是大众还是明星都会觉得，哎，中国的街舞，中国风格的街舞和爵士也是很厉害的，并不是说比外国的差。瘦十斤啊，跟你一起下出来。